我做两个辣椒饼，这里是带盐的是吗？我带什么盐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带盐，不是，我是带有咸味的。哦，对，带。咱俩，我今天就是想到赚钱啊，我是说带盐味的。对，有盐味的。辣椒饼应该也很好吃。哇，这个肯定厉害。嗯，这辣椒真的特别好吃。得烙饼了。好棒。好嘞。摞在一起，咔咔一切。切。吃饭喽。这饼好好吃。好吃吗？这饼，辣椒饼应该很好吃。我还没吃着呢，饼。我刚吃饼，好吃。对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巨好吃。我真的觉得好好吃。那我要那个。王老师，这个饼不用配什么都很好吃。好吃，你说这几次了，哥哥，好吃。深深一直吃每一块的，好香，好好吃，吃每一块的筷子，这个饼太投入了，就是太可爱，真的很好吃。吃饼大户，周深饼王。